现在几点买什么咖啡呢？我老婆等一下逛好累，我有点紧张，所以我要买咖啡。你要提神，因为你要在外面吹着冷冷的风，冰冰的雨等我。你知道有一部电影很有名，叫《等一个人的咖啡》吗？知道啊，在木栅、哦。对，我现在就是要做那个等一个人的咖啡的动作，嗯、因为我很紧张，我不晓得我要等多久，所以我会回来啊。你会回来吗？啊、你不会在奥莱里面陷入奥莱吗？你现在买什么咖啡？你现在应该信用卡拿去刷嘛，谢谢。拜拜。你在哪边？我今天在那个来纽约，美国美东之旅最重要的行程就是来逛奥莱。我们在这一间叫。Klassburger 我不知道怎么念啊，谁知道怎么念？叫做求救。Klassburger Premium Outlet。对，在这个 Klassburger Premium Outlet， 好难，好长，一定要拿着纸念，我怕念错。那这个呢？这边的 Outlet 基本上就是分两个体系，第一个体系就是这个 Premium Outlet， 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的 Mall 的 Outlet。那基本上呢，所有的 Outlet 都是属于这个集团，叫 Simon。有没有看到这里？今天呢，有几个小小的小提示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来这边，记得先下载它的 App， 你就可以领取这个会员折扣小本本。里面有什么啊？里面呢，很贴心的呢，已经都翻成中文喽。对，如果说你今天要买，比如说这里好了 ，K 好了 ，DK， 你里面的东西买完所有的折扣，那只要在。如果你有买150，还可以现折15块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多人不知道、欸，非常的实用、建议大家来要加入会员，领取会员小本本哦。对，这个在服务台，服务台在那边，服务台在这个里面。在那个 mud hole 里面。对，这也是当地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很多人不知道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就做了一下功课。好，接着看我们等一下去逛什么，买什么。对，看我买什么。现在要去 Levi's， 哎、欸，这 T 恤好便宜耶！对啊，2件30块，就是基本款，哎、欸，一件没有什么好那个。对，一件才400多块台币，超便宜的。我本来以为 Outlet 会出现那种阿迪布达很丑不拉几的东西，可是不会。我看一下，就是都基本款，就买都安全牌。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第一个战利品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讲。我们现在要去 American Eagle， 它袜子是韩国制的，好特别、啊。可是我发现很多大品牌的袜子都是韩国制，连 Gap 也是。可口可乐的护唇膏，像口香还有雪碧口味，芬达，哎、欸，很有创意耶。这多少钱？360块台币。四号是几腰啊？我穿得下吗？你比比看嘛，你腰那么粗。对啊，怎么办？踹一下。好，踹一下。好，踹一下。恭喜你从易购全身而退。因为那个裤子太大了，帮他打4折哎。你要跑来迪士尼商店干嘛？买东西啊。要买东西了，这件8块。这件8块。200块。8块。感觉不贵、欸，有我的尺寸吗？就是目前没看到，我要买，想要拿这件给体验的。对，是这件是最大号，我觉得它不能。它可能不行了，我们那个天哪、越来越大只了，还没办法。它、真的是天哪，修多少？觉得这个很不错。为什么？你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帮小朋友带便当，它餐具是已经放在这了嘛？这倒还有，这不怎么稀奇。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很流行这样，我刚刚有看到一个男生蜘蛛人的是这样，他是这样，是一个便当盒，掉了，他是这样，是一个便当盒，可是它是可以变大的，哎，变长哎，对，那你就可以装很多东西去野餐，那你真的吃完了你就收起来，你看这样多不占空间，超级小，你这设计很不赖哦，真的很有脑，很不错。要不要买一个？买去干嘛？那小孩子都大了，他们不需要餐盒。他们需要在需要吃饭的时候。买一袋了。买一袋迪士尼袋。我先走了，我等。袋子99 cents。我明天早上再来接你好了啦。你这样再买下去还得了？才买第二袋哎、欸。才第二袋哎、欸。对啊。这袋多少钱？这袋80块。哎、欸，这袋好像打了9折，对不对？对。80块。对，打完9折80块。满40块就可以打9折。对。我觉得很划算哎，特价之后还在打九折，第二双打对折。我不要跟你买，啊、为什么？我先走了啦，真的，这边鞋子太多了，不适合人类居住，真的啦，走啦。你确定还要再进去吗？越里面越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们就深入危险，探索这个世界。为什么你要买那么多？哎、欸，真的差很
很多钱呢，差多少？而且他第二双还在打对折。第二双对折？对，而且他股份还可以再折扣。你老公陪你一晚也是对折啊？而且连钱都不用哎。真的差太多。哎、欸，你买太多双了吧？我每个人都买了一双，不是只有我。算了，我也买一双。对，你也有买，我也买，小朋友也买一双，因为刚好，其实我们家运动鞋真的是算穿很快，每天都穿。对。而且 New Balance 算是我的爱牌。你的爱人不是我吗？爱牌牌，我也是你的爱牌。喝爱牌，好啦，回去再开箱给各位看，我们买了什么。And you did too, so you can just keep trying, and I'll just keep saying. 完了完了，有人要进去扣取了，这下真的完蛋了，亲爱的。扣取，你要问柯志把名牌买最小算你算你，算我四项。对，回去再跟大家。我们今天是70%，我们今天有特别神秘的。没有，每天都是70%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平常。没有没有，不是每天，真的好了。平常只有60，回去跟大家分享我们买了什么。打70%嘛，而且打三折。70% 是3折。哦，三折。哎、欸，你买太多了吧？要来开箱我们买的东西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总共花了多少钱啊？总共花了650块美金。哎、欸，你老公赚钱很辛苦哎、欸。可是这些东西真的在美国买，真的价差其实真的是有一些。嗯，是的。那你买的那个是什么啦？我买这什么？这双拖鞋啊，是我买的。当你看到这支影片，可能就知道这双拖鞋会用在哪里。这边有一个拖鞋哦，还有一个米妮的衣服。对，还有这一组，这个也是你的。哎、欸，这个米妮的眼罩也很可爱，对啊，對，它是一组的。这个米妮它是眼罩，嗯，而且它是那个，它还有附一个包包，对，就你可以收纳一些你真的要睡觉用的小物品在里面。对，它是，然后它还可以配这个一整套的睡衣，这样长版的，对啊，然后再配上刚刚那个毛绒的三八小拖鞋，很花俏哦。我们就先从迪士尼开始开好，对，买个包包送我们侄子，因为他生日快到了，然后上次他有来跟我们借包包，想说那刚好看到一个我觉得蛮好看，我们就买一个给他。然后这个包包是那个怪兽，这是怪兽大怪兽电力公司。欸，很可爱，超可爱。这边有毛管，那是他的学校背包。对，这个包包多少钱？这个包包的话，它有在特价，是18美。没关系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我们来开这一叠衣服好了。啊，我们买了一叠衣服哦，很多哦。这4件是同一家的，是 Levi's 的。然后我跟老爸一人买了2件 Levi's。欸，Levi's 真的超便宜的，一件才多少？我跟老爸一人买2件 Levi's， 2件是30块美金。两件，一件15块，一件才450块台币，哎，超便宜，这个价格台湾大概只能买半件，应该是买不太到。对啊，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买了什么图案，这是经典款，对，经典款，对，这是经典款的下一款，经典款款款，米奇联名款 Levi's， 它最主要还有这个，对，它最主要侧面还有一个 Levi's 的标志啦，对，侧面这里，然后再来这件也是我的，我喜欢红色跟白色，然后再来是我们还有买艾迪达。艾迪达买了什么来给大家看看？艾迪达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还帮佑买了2件这个艾迪达的一模一样的款式，只是帮他买了一件，这是白色，买了一件黑色，然后里面它是今年冬天可以穿，里面是刷毛的，这一件差不多是24点多，这差不多25块美金。哇，这比较贵，一件700多块。对，700多，可是它里面是刷毛，是今年冬天可以穿，然后我买稍微大件一点，可以大概可以再穿个两年，而且以佑佑的发展的速度，我相信以他瘦身材应该可以穿到3年，所以我觉得很划算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件是我的，这件很便宜，这件是10块美金，块美金哎、欸，才300块，真的很划算、欸，超级便宜，而且它也是、啊、它也是稍微有一点厚度的，也是冬天穿比较合适，10块美金，对，超划算。多谢谢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件也是300块台币，买了2件那个女生的童装，我看一下是 Converse， 这件也很便宜，2件20块，一件10块钱哎、欸，这是谁的、啊？我有买一个就是比较大的尺寸，现在，然后我在想说，如果她可以穿就给她，如果她不能穿就给我。对，感觉是你跟你女儿现在都可以穿一样的，都可以穿的尺寸，我就买了一个中间的 size。哎、啊欸，一件300块也很便宜耶，对啊，超便宜，他们家材质也很棒。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是因为很便宜，东买西买，结果花了我600多块美金，真想骂脏话。我们还没开，我们还有，对啦，还买了
四双鞋，我们一人买了一双。一二三四，四双鞋，四双 New Balance 啊，大概就一千，真的是差不多就一千块上下。觉得最好看的是我买的，我自己挑，这很骚包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而且我先跟大家讲，这双是女鞋，然后老爸脚比较小，他刚好就是男，他就他的尺寸就是男生女生的鞋他都可以穿，可是刚好女生脚不会有人这么大，他每次都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价格。紫色 bling bling。超级骚包，可是相对的，你看我有多低调，我买一个灰色配色、哎。它这个也很好看，而且最好看是前面这个，还有个五七四的 logo，、這個、很好看吧？真的很好看，非常非常漂亮。你知道你的跟我是同系列，你的跟我是同系列，我们俩都是五七四，真的还假的？对。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帅。哦，你欢喜就好。那悠悠跟体验拿他们也买了一双，是这样子的，很可爱，也都很便宜啦。对，真的就很便宜，比台湾买便宜。我买了一件里面最贵的，最贵的就是这个。这件好贵哦，哥伦比亚的外套。这件可是这件我在猜啦，台湾买可能会超贵。这件哥伦比亚卖外套，台湾买我抓应该要四五千块以上。我猜，我告诉你，它里面还在外面是防风、防雨、防水的，然后它里面还是毛。这应该很保暖，超级保暖，因为你要找到这么保暖的外套，然后这么薄的真的很少，而且它的车，我们刚刚也很认真研究了一下它的车工，觉得很细，对，所以我们决定还是买了。多少钱？七十几块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两千多块。这件算起来差不多2400台币，对，2400。你在台湾真的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，哥伦比亚不可能，它那个很贵、啊，非常贵，是不是超级值得？而且我跟大家讲，这件穿起来超瘦，超级瘦。好，大家记得去看我 Instagram， 到时候我再拍。真的超级便宜，顺便推销一下我的 Instagram。最后的重头戏，来美国一定要买的就是 Coach 啊，所以我们就是有买了几样 Coach 要送给亲朋好友，然后送给店员这样子。我们只有买这样吗？怎么这么少？ Coach 蛮少啊， Coach 就是买这一小角啊，可是真的还蛮划算。第一个是这个包，这个是我买的包。这个算起来，它里面是这样子，它有一个背带，里面还有那个你可以放信用卡的地方啊，还有放零钱的地方，就是放一只手机，就你临时出去要买点什么小东西，这个包包的尺寸就是刚刚好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个也很便宜，而且这颜色是不是很好看？这个多少钱啊？好像一千多块，一千八吧。然后这个皮夹是要送给新年蔡琳妹妹的，很可爱，非常可爱。这边它有个太空人，对，这个皮夹好像1000块啦，大概30块美金左右。对，而且它是这个芥末黄，这颜色我觉得超级好看，好看。上次呢，老爸来美国的时候就是没有买伞，我妈一直念念不忘，就是他。就是Coach的伞很便宜，所以我就帮他买了一支。你们知道这支才多少钱吗？11还12块，13块美，等于400块台币，超级便宜，啊、超便宜，天哪、啊，我的妈呀，真的是哦，我的妈呀，你每个都很便宜，然后这边买起来是600多。欸，怎么样都比滑板便宜吧？哦，没有这回事。然后我们还买了几个很可爱的钥匙圈，我们那时候看所有钥匙圈全部都只剩一个，超级好看。这个还好，我喜欢另外一个。这我们买了好几个，然后送给、那個。好，第二个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玫瑰金色，这个颜色跟那个 iPhone 那个颜色很像。它可以把它转开分成两个，超方便。而且这个钥匙圈大概是600块台币左右，差不多。那你就是假设你钥匙，因为像我都会习惯，比如说，哎、欸，你要。洗车或什么，你钥匙有一圈要给别人，就可以转开这个就好了。对，真的一个就可以给人家，很方便。而且它后面是这样哦，很漂亮。好，收起来。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今天最得意的钥匙圈，我觉得它好漂亮哦。可是它只剩下最后一个。他本来想要跟老板说，他想要这个，然后好几个。我觉得它这个真的很特别，它这个紫色啊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特别喜欢它了。它的纸啊，你把跟 New Balance 的鞋子摆在一起，是很像。哦，这样子就是刚好就是你喜欢的那个调调。对，我觉得它这只熊，我拿近一点给各位看，有没有？超，哎呦，掉了。好，这是我今天最喜欢的一个东西之一，非常漂亮。我们今天已经介绍完我们所有在Outlet买的东西，如果觉得买的太少，在底下留言。买太多。那如果说觉得买的太多，就不用留言咯。今天所有的买的东西就在这，那今天影片就这样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跟5点半都会发布影片哦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记得要追踪我的 IG 哦。拜拜，再见。About the others, you said my word.
of fire.